10月22日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，中国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。他相信，中美之间只要相互尊重、平等合作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分歧。当天上午，乐玉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与世界和平发展作主旨发言。乐玉成表示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换来的。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这么多人口，我们的发展，我们实现我们民族振兴的目标，只能靠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来实现。我们不可能靠别国的施舍，不可能指望天上掉馅饼，也不可能靠占哪一个国家的便宜去来实现。我们是靠自己的。他同时指出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，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秩序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。谈及中美关系，乐玉成表示，中美经贸摩擦让世界忧心忡忡，中方希望看到中美停止贸易战。不赞成美国利用关税对中国搞极限施压。前一个多星期前吧，中美经贸谈判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，而且有望达成一些协议。这个结果就说明中美只能做伙伴，只能多合作。乐玉成指出，中方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，不存在取代谁、挑战谁、威胁谁的问题。我们相信，只要相互尊重、平等合作，有问题好好商量，中美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分歧。我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，继续合作，有问题解决问题，共同的把我们这个地球呵护好、建设好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世界人民、世界各国对中美两个大国的期待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